庄周代宿。庄周家里贫穷，有一次去向监河侯借粟米，请借我30斤救救急。好，但是我现在没有钱，等我向老百姓收到税钱以后再借你300斤好吗？我昨天来的时候半路上有人叫我，原来是一只鱼快要渴死了。你给我一点水喝好吗？可以啊，但是现在没有水，等我去南游吴越向吴越王请求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回归大海吧。那你不如明早到卖鱼干的店铺去找我吧。道理不在大小，但要恰如其分才好，大而不合理便一无是处了。